十七日，赵丽颖工作室在微博发声明表示，赵丽颖患有心脏病、脑血栓等不实报道，对其造成极坏影响，对发布者进行强烈的谴责和严重警告，将保留追究发布者之法律责任的权利。稍早，赵丽颖也发布回应：“累了休息不是很正常吗？”近日，赵丽颖受访时称，医生说自己后面脑袋有血栓，心脏很弱，开始让自己休息。网友纷纷表示支持赵丽颖，拒绝造谣，希望她好好休息。喜欢赵丽颖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